我坐的地铁两半，我操！啊！我见到一个手机，我看一下，这不是这个。我说地铁经过了，我没看清。你看一下座椅下面有没有？估计坐应该就是咱们这家。有捡到眼镜的吗？还有捡到一个AirPods耳机的吗？公交员那一块儿，这叫。捡到奖一分钟，不动。有人捡到手机，你懂吗？你懂现在了啊？我没注意，找个座坐。成绩乖了，空气不流通，现在呼吸也困难了。锤子把窗户砸了，被子磕了吗？刚才磕上了吗？磕到头了吗？磕到头了吗？第二期的路上，平和到第二期的路上，其实已经很多了。是啊，刚才幸亏没站在那儿，地铁上车厢断开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